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，因在吃的时，耶稣提饼祝谢，八卦分互学生讲：“会记者，这个是我的身躯。”去旁边祝谢，互因讲：“恁着饮伊。”二十八节，这个是我的血，就是民族的血，为着济济人来流出来，地到最得到赦免。那是我甲恁讲，当了后，我无饮这个葡萄的汁，幸好迄日我甲恁饮这个新的，伫我的爸的国。二十九、三十节，已经饮死就出来去甲咱刷。今仔日讲到，牧师所要讲到的地方是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写。耶稣来平安。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了你们破坏。”华裔讲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到底这句话对咱现代的人有什么意义？这句话这两千年来发生什么作用？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了你们破坏。”啥人欢喜为着？为着别人来打破伊的身躯，这世间一常常一个是真大的问题，是别人是爱为着我活，因为我是真要紧，人不自私，安怎？天诛地灭。这世间常常就是我是世界的中心，妈妈，你太无为着我创啥？爸爸，你这样的事情安尼做，唔是安尼做，所有物件拢用我做出发点。耶稣却伫遮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啥人拍我？恁，恁有包括我无？有包括你无？包括咱每一位。因为耶稣到底讲这句话，这两千年来发生什么大代志？哎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今天的经文这个才来讲，读到这个第一集，学生进前来问耶稣讲：“你爱管在叨位，为着你被万般过一个暗山。”读到这的第一集，学生问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你爱管在什么所在，为着你被万？”换过一个真正要紧的节期，逾越节的暗顿。逾越节到底什么是换过节？逾越，咱等下咱来讲。啊，耶稣回答讲：恁入城，若看到无人，拄到什么人，耶稣嘛无讲。恁入城会拄到人，恁甲迄个人讲，老师讲，伊的时机快到了。讲。伊讲，我要甲我的学生伫恁家收半过节，学生就照耶稣的吩咐就入城，然后就伫遐陪伴伫迄个人拄到的人。耶稣唔知因只学生就会拄到啥人，就是甲伊讲，恁就入城，若拄到人就甲伊讲，讲我的先生讲要借用恁家甲学生斗阵收半过节。请问耶稣的人际关系好阿歹？耶稣的人际关系好阿歹？耶稣的关系真好，因为你若要做上帝的囝吼，人际关系要不要经营？很重要。人际关系的第一签是你甲你的兄弟，你甲你的士大人。
你跟你的太太，你跟你的夫人啊，人际关系的第一间。耶稣若甲伊的第一间拢经营了，耶稣用三十年的时间，当厝内经营伊的厝了，时间到了，伊离开厝，阶段性的个任务完成出来，然后用三年半伫咧经营伊甲上帝的关系，然后为着要甲上帝的国传出去。伊无论到倒位，甲人的时间可能真短，但是人甲对伊印象真深。无论耶稣要求啥，互伊拄着的人拢欢喜得奖。由于耶稣，咱是学生，咱讲基督徒，基督徒耶稣的温度。注意一项，唔通你的信用真好，但是你的经济观念真歹，安尼就学耶稣一点都不对。基督徒经济观念好阿歹，还真好。因为咱要传福音，咱要将耶稣基督的信息传出去以前，要先撒种。那个撒的种就是爱跟印象，爱跟影响力。所以你予人的印象是甚物？耶稣普通时有伫咧做这个事，伫必要的时，你就甲学生讲，你就入城。若拄着，你就甲伊讲，阮的老师讲，要用恁兜，啊，甲学生斗阵收半块钱。啊！伫这个遮，咱来看到耶稣对对圣经，但是咱来看伊，因为咱讲光棍节，光棍节，你遮我有准备几个图。光棍节就是犹太人伫埃及做奴才的时，摩西要带遮个受苦的以色列百姓讲，上帝要带咱出苦难的埃及啦。伊要带咱到伫一个应允的地迦南，但是伫前一年，因为法老王甲埃及的王唔肯因走，以色列人恁留伫埃及，阮会当有免钱的奴才一大堆，几啊十万、两百万人，恁若留伫遮，阮拢唔免付恁的工资，要安怎拍，要安怎叠，要安怎要求工作量，拢出在埃及人。打碟要求，以色列人伫遐做苦工奴才，啊，伫遐已经四百年了。上帝时间讲够了，所以准备去找摩西要传出，但是埃及法老王唔准。到最后一步，上帝甲伊讲，恁伫前一年，每一家下一只羊仔，用羊仔的血抹伫倒位。门的徛，每一个口罩用羊仔血抹伫迄个门徛，然后暗时来讲天师，若看到啥人因家门徛有羊的血，天师就赶过；若是厝内无羊的血，天师进去就杀死迄个家庭的大丁。所以一个天光起来，埃及人因家。家家户户感觉在啼哭，讲因大囝死了。犹太人的家庭，因拢得到平安，拢得到保守，因为天使伫迄面伴过因的家庭，迄、那个家庭得到救，迄、那个家庭得到保护，伴过节。所以这个伴过节对犹太人来讲，那是上帝行神迹的日，是准备。予因开始对上帝有一个信心，讲上帝应允到啦，咱就陪伴咱家己准备迁徙，伊要带咱出苦难。因为这个应允今仔日要到临到伫基督徒的心上无，你若相信上帝，上帝要带你离开恁家庭的苦难，要家己带到一个应允的极水的迦南地去。这个故事要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有一个发生啊无？也搁伫咧发生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拢伫咧经验四千年前上帝对于犹太人的应允。只要你今仔日持守一个，检查你要讲哇，牧师啊，阮即久阮的家庭也搁真侪目屎，真侪苦难，深信。你只要你若深信，我甲你讲，圣神的手嘛要继续带你出来去。这个故事咱直直要讲起，是久也搁是。永远是神。那犹太人个羊的血抹伫门前，咱台湾人有咧做啊无？有无？有啦！咱当时咱伫咧换门面，旧历过年啦，
旧年过年，咱嘛家家户户拢立个换门经、换门联，迄个是红的门联。新的年讲宣布，新的年开始啦，气固换新。因为换过节，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啦。换过节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啦。因一年就是用迄日来开始，所以因的腊日甲咱无同款。即马第三个图伫这个遮咧看到讲，耶稣伊要互人掠。定是一个前一年，注意哦。半过节是半过节，要出埃及前一年做一项代志，创啥物？杀羊羔，对无？每一户杀一只羊啊，然后把迄个羊啊的血抹伫倒门框、门框。耶稣甲只学生受最后的晚餐。收最后的晚餐，是伫半过节前一年，注意这个时间点。然后耶稣到底伊的身份是啥物？我就伫遮要讲起，耶稣要予人抓去定。前一年带你的学生伫咧收半过节的暗顿，半过节的前一日伫咧杀羊羔，羊羔的血。我的物件，迄、那个家庭得到保护，来帮忙我，来，就是 ，OK。那这个光棍节，就像我讲，这个光棍节对犹太人来讲太要紧，是一年的中间三个大节，中间的一个。因为这个是个纪念，伫出来记十二章、二十七章，这个才讲，将来恁到耶和华所订着应允恁的迦南地了后，恁就受这个礼，受这个要紧的礼。恁的囝、恁的查某囝，几百年后问恁讲，爸母啊、阿公阿祖，到底咱受这个官位是啥物意思？这圣经就明明讲，恁就爱甲伊讲，这是献乎耶和华官位。节的祭呢？当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，伊击杀埃及人，搬过以色列人的厝，救了咱每一个家庭。所以这个搬过节，搬过啊，这个家你看到犹太人的腊日，咱一般咱拢对迄个爱来年这个家，这个家有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到十二月。下加这个乌，这是咱一般咱的月份。啊，犹太人的月，拄啊伫三月到四月中，咱的三月到四月中，遐有一个逾越节。所以，因真正出埃及的日子，伫咱即卖几月？三月、四月迄个时。啊，因甲迄个，咱看到是咱三月、四月迄个中间，因看过。犹太人的正月，正月初一，所以因的正月初一，因一年的开始，就用因出埃及迄一日，出埃及迄一日，所以全世界因的腊日甲人无同款。因讲这个日，要我上帝救阮全百姓出埃及，予阮对奴才讨放做一个自由的百姓，予阮出苦入的天。哦，阮伫无五万到伫五万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年的开始，是阮民族新的一个新的四年的开始。所以，因三个季节，一个是逾越节，一个是七七节，就咱咧讲的后来咧讲的无顺节，过另外一个是下骹这个才有一个祝棚节。OK， 啊，咱今仔日当咱伫咧讲耶稣要带咱受圣餐的时。这个日子拄啊伫逾越节过过节的头前一年，耶稣因在食的时，耶稣提饼、祝谢、拍破，然后分了学生讲：恁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；恁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。佮摕去买祝谢，这个家伊拢有一个祝谢，拢有一个祝谢，因为摕去饼、
祝谢，摕去杯祝谢，请问迄个感谢的对象是谁？上帝。你唔通袂记得，伫咱的一神宗教的信仰的内面，咱的心内永远有一位，我们的存在心里都有一位神。这位神，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主席正言法师在台湾贡献真大，这点我要特别安尼讲。伊讲祭拜的方式，烧香、烧金纸、文纸，这些拢废除，伊的贡献实在是太大，对台湾的水土地的污染，以及的人发挥伊的影响力，这个是真。请问佛教佛教有神无？佛教有神无？你知影迄个佛教的佛，佛教的佛，舞蹈什么意思？舞蹈就是顿悟，顿悟。所以佛教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字叫做觉觉，迄、那个觉就是。感悟，当你若感悟一个道理，你迄个瞬间，你就是你就已经得到过了，你就得到了。所以放下屠刀，安怎立地成佛？所以佛是一个对一项道理的突然感悟，得到。在佛教的思想里面真要紧，得到是对顿悟来，所以悟悟甲觉觉，这是伫佛教里面上要紧的一个叫做悟道，啊是嘞。所以正宗的佛教无心灵，但是正宗的佛教上水的所在就是禅宗，禅宗拢伫咧求智慧，拢咧讲智慧。OK， 所以正言讲啥？请问迄、那个佛教徒有伫咧祈祷无？佛教徒因香行个创啥？咧祈祷啊！因咧拜拜的时就是咧祈祷啊，甲神明祈祷啊。爱无神，无安怎祈祷？是正言讲一项，祈祷者对你自己的心讲话，祈祷就是对你家己的心讲话。啊，你不断对你的心讲话，就是个地愿。所以一个人不断一个宗教行为真敬虔的人。伊会定定甲伊个心伫咧对话，然后不对伊个心下弯，然后不断个下弯个人，伊会变作一个行动，就去做成伊个心所愿个事。所以一个佛教徒，伊若真正真敬虔，伊定定会甲伊个心对话。伊咧讲，因为伊无即个心灵，正港个佛教无心灵，就是咧讲迄个觉，迄个悟。所以放下屠刀，安怎立地成佛？一个歹人，伊倒起来了，要把伊老母葬落去，都要葬落去的瞬间，想着讲老母感谢，老母生伊的恩，伊到尾啊，目屎流落来，倒起来，讲你得到了，你得到了。有道人讲的，是宣扬的，就是这款的道理。就这个家，耶稣。的心内，伊拢有一个上帝，所以伊要做每一项代志，伊伫咧五天祝谢，拼地起来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先祝谢了做这项代志，杯地起来感谢上帝了，这个杯是我的归属性命的信仰，恁就下摆恁的时间安尼来纪念我，啊，看到耶稣，我阁讲是伫迄一年。伫搬过一前迄一年，伊做这样代志。因为耶稣伫搬过一前做这样代志，
就是伫这个遮讲，这是我的中遐讲，这是我里面的鬼，为着什么人留的？为最最人留，要创啥？互人的罪得到赦。你伫这个遮咧处理的一项是罪的问题。在这里处理一个罪的问题，因为咱四月十二日要洗礼，要洗礼要正做基督徒一项，就是你都要认罪 ，repent， 认罪意思是讲，咱每一个人按个别，上帝啊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一个无完全的人。无完全充满罪性满满的人，要哪亲近你至圣的上帝啊？有法度伫你的面前徛在要安怎？所以基督的信仰，也是伫这个一神的宗教的信仰内面，伫这个只经过一个下罪，你认罪，然后下罪。咱咧讲二八，伫咧讲政府的代志，到这个位置，政府伫无公开承认二八这样代志有发生。第二部圣经讲二八是，我1989伫美国读册时，看伫美国的高中的课本遐一句话，高中的课本伫咧讲着台湾曾经发生1947年228事件，然后美国的高中生伫遐咧讲一个课本讲 systematically killing， 系统性的屠杀，后面。在那段时间，两三万人台湾人的精英，在那段时间拢无去 ，systematically 系统性的计划性的屠杀。啊，真侪人啊，迄段已经发生遐久哦，发生遐久哦，卖阁讲啦，卖阁讲啦，提起会变作冤家啦。你这个家，这个家咧讲啥？会当下面，但是要下面以前还有一项难题是啥？认罪，你无认错，无认罪，要安怎求赦免？无认罪，要安怎求赦免？所以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，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是有一个有罪的人，咱要恳求上帝，你救赎我，你疼惜我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拢做一项难题，爸啊，我赦免，要我恳求你的赦免，因为我犯着罪了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所以基督徒。咱伫这个家，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伫这咧懊恼，伫这咧吟诗，伫这咧祈祷，伫这拢爱包含一项。咱常常伫主的面前，爱恳求上帝安怎赦免咱的罪。咱求主赦免这个罪的问题。伫这个家对旧约，抬一只羊羔用羊羔的血代表。你的认罪，又搁替你死了，所以人啊，你会当搁继续站在上帝面前。即摆咱到底咧谈又搁祭拜上帝，无？啊是安怎？你以前几个时代有谈杀羔羊，然后到现在就没有了。关键伫倒位？耶稣，拄啊伫逾越节前一年。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破坏的。”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。”耶稣本身真侪一只带罪的羔羊，伊用伊的宝血，伊牺牲，伊破坏，伊用伊的宝血替咱死了。所以，因为你我咱的软弱，你我咱的罪，在耶稣基督，他都为我们除去了。以代替咱，所以伊所怎啊变做赎罪的羔羊？所以耶稣既然若是已经安尼做，对耶稣了，咱就无去抬羊啊。OK， 安尼基督徒安尼清楚吼？咱伫耶稣，咱的罪，上帝对咱的刑罚，拢怎啊献伫耶稣的身上？耶稣伊代替咱担起所有上帝的生气。请问到即摆外口哪里拜拜时，你了伫咧抬猪羔羊无？有无？伊还阁继续来抬猪羔羊，因为因伫即个罪的问题，因无处理。
因抬一只猪，然后迄只猪后来抬死了，其实不够多，袂当抬，袂当抬真生啊。拜拜的人袂当杀生啊，啊袂当杀生，搁抬猪倒样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只个性命会过来找人啊？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因迄个猪甲抬抬了，你知伊个嘴都爱甲卡一条啥物？干嘛？你抬了了，感觉就要甲卡落去，就甲伊讲嘛，讲好个啊，哎，拜托个啊，唔是我无代无志甲你抬啊，是你甘愿的啊，是你家己甘愿的啊，所以你是你家甘的啊，所以你莫过来找我嘿。对啊，这羊这甲猪嘛是咧处理迄个代罪赎罪，只个猪只个精神为了我死了。啊，这个因逐摆，还要处理。对基督徒，咱嘛咧做同款的问题，但是伫耶稣基督的顶面，对遐一摆就到遐，咱就拢无过做这个太精神的代志。安尼，耶稣伫搬过节前一年，伊就怎变做啥？赎罪的羔羊，互咱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活命。哎，咱来这个家约翰第一章二十九节，这个家行出的约翰，伊拄拄出来时，第一摆拄到耶稣，就安尼讲。第二日，约翰看到耶稣往伊行过，就讲看上帝羊羔安怎，如其世间人来做。看啊，神的羔羊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恶的。所以耶稣就伫遮行做。来赎去你我咱的罪，那个赎罪的羔羊。请问你我咱是毋是一个有罪的人？是无？是有罪的人，有罪的确都爱受刑罚，有罪的确都爱受刑罚。啊，上帝他也无 punishment， 他也无甲咱刑罚，伊伫耶稣遮拢处理掉。所以咱就讲，伫耶稣内面，咱拢真做啥物啊？新创造的。所以咱就真做一个自由的、新创造的，一个新的人徛伫上帝面前。所以咱要讲的是，主耶稣啊，多谢你！这个罪的问题，我已经伫你的面前，我已经找到解决。伫你的内面的痛，我已经得到逃跑。所以上帝重新收留我的有罪的人。在上帝面前，我已经该惩罚的耶稣都领受了啦。我用自由心来到在上帝面前，做你的子，做你的查某子，你的关系，神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复合。所以，这个耶稣在这反映一个真要紧。那一般的人讲，哇，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犯罪啦，所以你就要修行哦，你就要做什么乐观哦，观念哦。这个叫拢唔免，拢唔免。世间人鼻腔暗路，有好人无啊？无好人。什么鼻腔暗路无一个好人？圣经嘛安尼讲，拢共犯。咱的理解拢共，人人拢犯罪了。但要安怎？伫咱的内面，咱承认耶稣真多谢。耶稣伫这个只提饼祝谢了，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破坏的。恁就行咧来纪念我，因为这个才有一个真要紧的意涵，你来安一下。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跑；我为着恁来存在；我为着恁的好处，我来牺牲，我来付出。因为这个真要紧的动作，那安尼来讲，耶稣出现。要在咱的身上得到利益，还是伊的存在要让咱得到利益？这是真要紧的信仰的方向。耶稣的存在，要对咱身上得到利益，还是伊来，咱要得到利益，咱要对伊得到利益？伊来，咱要对伊得到利益。为着伊讲这句话，
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倒伊的脚步行。咱医生来到伫遮，伫咱即个遮，甲咱开一个中华基督教医院。请问即个中华基督教医院的钱是伫咱即个遮台湾人捐的，台湾政府付伊，还是伊对英国遐摕来？对英国遐摕来。伊来到伫遮，遮尼优秀的人来到伫遮，无对咱中间摕着钱，因为伊对耶稣领受的，我为了恁拍破。耶稣为了伊拍破，然后伊为着台湾人拍破，然后来到伫遮，家己来，遮尼优秀的医生，遮尼优秀教育的人来到遮，唔然家己来，唔然家己医生，父母甲伊栽培到遐尼悬，伊讲爸母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栽培我，然后我，恁为着我，恁医生付出，我即摆已经成长啊。我要带着耶稣行来去台湾，台湾的中部有一个所在叫做彰化，我要为着因拍破。因为咱医生伫这个遮两代四个人做医生，那若要伫台湾人，两代四个人会当赚偌济钱？结果咱医生两代四个人，听候伊的任务拢完成到第二代结束的时，伊转去。伊有偌济财产，炸偌济财产，干那炸伊个人的皮箱，然后留一台贴在底下，这个就是耶稣的脚步。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，我为着恁回向台湾所有的宗教，宗教家，哪大粒的宗教家，伊的财产哪多啊哪少？伊的财产哪多？哪大粒的？伊个财产偌济，甲耶稣个道理一直也是倒变，拢倒变。哪大个，哪大粒个，哪有名望个，是恁正人爱服侍我，然后恁正人爱来供养我。耶稣伫即个遮讲，我为着恁拍破，我为我的生命为你们舍了，我的血为你们流了，因为我爱你们。因为我要为你们存在，因为这是好定水、好定水、好定水的信仰。一代搁一代，咱拢用耶稣，唔通袂记耶稣三十岁出来，三十三岁就死。我直直讲，真要紧的一个三年半，然后老了到即摆也来颠荡整个世界。伊一个动作，互咱伫咧检验，什么宗教是真的，什么信仰是假的。哎呀，好定的水，今仔日。今仔日，哦，咱伫咱二林遐也搁有一个喜乐保险，对无？阿嬷，安死了后，看到教会牧师，伊安尼然后就甲伊牧师讲：“牧师，我要跟教会牧师去台湾。”伊就传安尼啦。然后，这个家破了，遐个小妈咪无人听，连政府都无咧听。伊就传安尼，这样我会惊，拢是虚的，这样我会惊，甲伊照顾，更免提钱。这世间有这么戆的人，啊，这就是基督徒，因为你觉得无耶稣的关系。我爱你们，然后就对你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我为你们舍去所有的一切。阿嬷对这些人做的代志，到最后，伊摕偌济财产给你，无拢无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核心所在。那一拜过一拜，耶稣要召咱到殿来，甲你坐倒。耶稣要召咱，甲伊三甲伫遮，行这条路，过这款的人生。所以，这是一个邀请。这个圣餐是主耶稣的邀请。你若欢喜领受伊的恩典，你若欢喜跟伊的脚步行，你若欢喜照伊的方式来生活，来参与伫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工作，用你个人的参与。带来周边的痛甲变化，你若欢喜，你每一个人拢是邀请来甲弥撒甲有分这个道。你要受伊的身躯，意思是你对呾开始甲我同一体。你要受伊的血，表示你的血，耶稣，你的血已经留伫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里面流着你的血。我们的生命是一致的，
我愿意跟随你的脚中心。卡斯蒂南管理，但你我们邀请我来啊，咱三家伫主的厅内面来分别祈祷，来咱三家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，我有这个机会，真侪你的学生跟着你的脚步，甲你三同行。愿你的听继续充满我的心，愿你的血宝血继续洁净我的罪，让我不断换新，让我有机会站在上帝面前，阁继续做上帝的子。今仔日，我有这个福气甲恩典，受你邀请要来有份伫这个圣餐的道，通过这个表明我是你的学生，嘛通过这个表明我的罪。在上帝面前，拢得到赦免了。通过这个，我阁一摆伫圣神的确认讲，我是上帝的子，有一日要继承上帝国的天顶。我感谢主，听我到这尼济，我用欢喜的心伫遮讲阿门阿门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三家的人啊，要收圣餐。